原标题：犯人涉祥瑞在监狱挖一个大脚印。皇帝大喜，急诏大赦天下。一个人倘若十分聪明，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中都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那么他即使身处逆境之中，也会过着与他人不同的生活。在唐朝时期，就出现了一个优秀的犯人，此人在监狱墙角挖了一个大脚印，皇帝大喜，急诏大赦天下。朱潜一是唐朝时期有名大祸忧，通过一张巧嘴将武则天哄得十分高兴。而唐朝犯人之中的精英分子则认为，向朱潜一学习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，就是要掌握大局，认清形势，营造出一个祥瑞的事件。如果这个事件不存在，那就制造一个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，犯人开始在监狱墙角的空地上营造人造景观，整出一个大脚印。这个脚印长达5尺，唐朝时1尺相当于30公分，5尺就是1米5。一般而言，在当时的社会，身高1米70的人脚长是25公分，照此推算，脚长1米5的人身高应该在10米左右。巨型脚印制造完毕，犯人们都回到自己的监房中耐心等待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随着领头人一声令下，300多犯人一起高声呐喊。监狱的狱吏突然之间听见犯人们的喊声，他以为要发生什么大事，急忙赶来查看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犯人们不但没有做出破坏的事情，反而说道：真是最大的幸福了，遇上神仙了。刚才有一个神仙从天宫下凡光临咱们监狱，只见那神仙身高3丈，脚长5尺，脸是金色的，一只脚踏进监狱的围墙，另一只脚还在半空的祥云上。至圣至灵的神仙告诉我们说，上天已经知道你们这些犯人都是冤枉的，特意委派我来看望大家，你们不要担心。当今的天子英明无比，强调这一点很重要，毕竟在让谁提前出狱这件事上，天上的神仙说话不如地上的皇上顶用，很快就会发布大赦令赦免你们。狱吏们听了之后自然是将信将疑的，但是他们也很好奇，于是便开始勘察了现场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狱卒们在火把的照耀下，真的在监狱墙角发现了那个大脚印。而随后赶来的刑侦专家根据脚印的大小推断，犯人们所说的神仙身高3丈是可信的。人们对于奇怪的事情都是很有兴趣的，因此这件事情最终被汇报到武则天那里。武则天一听高兴极了，随即宣布将明年的年号定为大卒，同时大赦天下，说卒就是丰衣足食，大卒就是大大的丰衣足食，所以大卒这个年号象征着在武皇的领导下天下大卒。大赦令颁布之后，私刑间的那些犯人兴高采烈地走出了监狱，享受到了机制带来的好处。参考资料：《旧唐书·资治通鉴》。更多趣味历史故事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无风起念”，微信号 wfqn888，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